大家好，各位网友好，我是新疆和田洛布阿玛古里。这是我们的文化馆，我们文化馆每年搞的活动特别丰富，特别多。最其实我们民族特色的活动是，农日节，阿德奇心想大使，还有美食节。我们运动会有斗羊、斗狗，还有吊羊比赛，特别热闹。我带你们看我们的舞蹈室。是不是你们觉得他们是专业舞蹈演员？不是，他们是我们洛浦县民间艺人演出团。这是我们的音乐室，我们音乐室的设备特别齐全。大家通过视频也看到了我们文化馆的现状。